站啊，世界差嘅。巴基斯坦國民黨聲稱扎爾達利做羅塞爾的丈夫，而貝洛齊爾就係巴基斯坦第一位女總理，民主派嘅領袖同象徵，深受人民愛戴。但係不幸喺2007年被暗殺，因此唔少人認為扎爾達利之所以能夠喺大選當中勝出。